好冷哦。播什么？我已经冷到戴着围巾，戴着围巾直播了。我刚到家而已，其实。真的超冷，真的超冷。去年好像没有那么冷吧，今年突然变超冷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坐下，奶奶坐下。今天就是从星期一到现在，我终于考完所有的舞蹈考试，剩下音乐跟戏剧，然后我去马来西亚卫生所卫生纸快抢上。发抢到是因为我那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突然就有打过敏，然后我就打喷嚏打到我趁鼻涕出来是有血的那种，我就吓到哇。但我不能吃太多了，会胖，还是会胖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几公斤了，其实很久没量体重了。西西，好久不见。一直打。打到超痛，快快快，对吧？会不会比较麻烦？要破了，但我衣服是松的。那他公园，我穿我的衣服，衣服变超松。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吹风机的线。你知道我现在吹完头发，因为我通常都家里只有一个洗头，洗澡洗头而已。然后我吹完就不会拿出去。然后我是全家第一个醒来，然后就我吹完就放到房间，插头拔掉这样。哦，我咬到了。然后呢？想要起床，就是很冷嘛。我突然五点多就起床，很冷，我就拿着吹风机吹这样子。就是假设我下一步要走我前面，我就会吹我前面那一步这样。吹风机，吹风机，因为这床真的太冷了，真可以哈出烟呢。对啊，就学校很远。这是一丁。
惜这次坐山顶，真的假的？很久没有离开北，我真的完全不想。然后我先吹头发，因为我觉得先吹头发，虽然头发是干的，我觉得先吹头发感觉很温暖这样子，然后就会吹脚，吹我的手。宝贝，你开叉了吗？啊，开叉了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公园那天真的有这个卡名牌，阿翔。我只知道有一个人给我看，然后他叫阿翔这样。我没有啊，他好像在山上，太可怜了吧？欢迎可丽。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发 reset 公演的文，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哎。我那天我们抢的表演完，我去练考试的东西，然后练到11点。才离开回家，我到家都快要12点了，对，然后我还跟我妈吵架，因为练太晚，因为大家都排完啊，都不要排完啊，然后一直被催说要发文，我觉得很生气，其实觉得蛮不爽的，我就没时间发文，然后这几天也都一直在排练这样子，明天好不容易没有考试，然后但星期四开始又有考试。反正这一周就是无就数科考试，只是星期三没有而已。可以先动，我有点懒得发哎，怎么办？因为我真的没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好照片呢。转错面了啊！所以你之前叫阿翔。太多想了，什么啦？哎呦，哎呦，那有人安尼啦？你看，徛伫我的脚。他最近超黏诶，很爱撒娇，然后撒娇这种拍屁屁，给你们看。我不是有发现，就是那一天他睡在我旁边吗？直接把我位置整个扛走。不要生气，木子，眼睛张张，眼睛张张，干嘛啦？平板好看吗？什么穿的衣服？太冷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哎，他钻到我手臂里面了。你又趴这样，你这样子会蹦蹦吧？你把小铲子拿，有啊，不是你拿的吗？你不是跟他借吗？你在干嘛呀？好怪啊！好可爱啊！他那跳舞蛮赞的。饭团最近都会私信我一些叫我保暖啊什么的，谢饭团。太刁，为什么是刁鱼的刁？我现在好想要喝热汤哦，我真的怎么了啦？好啦，姐姐在这里。好，只想这样讲到这边。整个床上都是狗毛，你现在把我身上也全部狗毛，你
你不要叫激动，不能啊，我不能讲说直接叫你们滚啊，因为偶像做什么事情都会送大解释，反正只要比较公众一点的人物做什么事情都会被放大的解释，但你要想想他们其实也是人啊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磨？不要抓抓了，弟弟。讲最近喜欢的事情，就是讲到没有东西讲，因为我常常都连续两天，然后连续两天那种最容易找不到东西聊。全班能够被放大，你可以去找哆啦 A 梦放大镜。然后不要催我发文，因为我有时间我就会发，我没时间我真的就没办法发，我是认真没时间。晚安。一只狗就这样趴在我的脚上趴了，谢饭趴。你知道我现在变成班上就是头发大师，因为我们很常都要喷刘海嘛。坐好，你坐。然后我们上台不是通常刘海都很少在动吗？然后干嘛？就是刘海，我们的刘海不是通常都还就跳完都还完好无缺。然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班上的女生就有刘海，就一直叫我帮他们喷刘海，然后就是。喷完，然后他们就咬一咬，他们就说太厉害了吧，怎么都不会动，然后奇异果，佩服你娘的日更，他比较有时间啊，我是真的认真没时间，比他还要没时间那种，剃刘海大师，哎，我的前座竟然还赶得上 reset， 真的超扯。其实把它让我看，我就一直按啊，然后我把它眼皮照删掉了，但是我自己的眼皮照我没有删。谢谢 Ricky， 我对他值多好啊！哎呀，宝贝，好痛，滑倒，他就这样直直滑下去，然后我手直接接住他，然后他的指甲插过去，吹缘分暖暖包，只是有点重了这个暖暖包，吹出发文什么心态我不知道。别问我，前座赶上 reset， 就是前座完不是下去变那个吗 ？Overture， 然后不就开始 reset 了吗？就第一首歌，然后我不是还要换装，我真的拖超快，我换装换很快，安安还有慢一点 ，Coco 在后面，你们不觉得很扯吗？你要不要抱抱？姐姐抱！一二三，坐好。差点忘记那天你也前座，对啊，神速，我觉得超扯哎、欸！你知道他们都吓到，然后我自己也吓到，因为我彩排的时候其实换过一次，但是那次没有穿得很完整，但是还有网络很卡，好吧。下次见。怎么一开始又有，对不对？换衣服，我说换衣服速度原本就超快。
啊、哦，刚肚子好可爱。刚才说在网吧，我其实一转弯我就开始换衣服了。谢 Ricky。肚子没有要吃什么？啊，不是有发一张我肚子的自拍照吗？哎、欸，竟然有人说妈咪是塑胶人呢、欸！你们去看他，就是我侧拍，他说多了我的自拍照那一个留言，有个留言说什么他塑胶人，觉得很扯哎、欸！哈，妈咪已经漂亮到变塑胶人了，蛮开心的，他蛮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才知道是谁，毕竟我们没见过面。对啊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柠檬，太肚子。谢谢柠檬。塑胶人什么意思？塑胶人就是整形人，用嘟嘴感染世界，什么意思？他就这样睡觉、欸，我这样都不用滑留言了。我说你去找扇子，只能赶紧求救。你可以说啊，你可以大喊妮妮，我是 Happy Love。像那个飞镖，还有做名牌，虽然他给错名字。宝贝，等等哦。啊，汤。泥巴有鸭子嘴啊？什么有鸭子嘴？你整场没讲话，为什么不讲？到底是谁喊到伤心啊？可惜他没整，那就是因为他太漂亮，所以才会被认为是整形人啊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？他觉得超开心的，因为他太漂亮了，漂亮到被认为是整形的。怎么了？那个留言真的超过分。有一个看到了，欢迎我 A 一支持留，请留意。谢东，这很开心。你说我吗？因为考完了舞蹈考试啊，超开心的，都没人说我整形。很多人以为我的双眼皮是割的，但是我就想说，割的还那么薄、哦，我双眼皮很薄哎、欸。你今天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很直接听你外面的声音，不需要。怎么了？他在动，在动。有没有看到底下一个红色格子，在弟弟的底下有个红色格子，那是 Coco。吃个草莓。抱着怎么会动？笑死，还睡觉，两只都在睡觉，太冷了。我的音乐怎么没了？我现在没有手，数量很多，其实没有很多啦。上面的话不要太在意。直接开除老板，你开除老板，可以不用割。可是我想要割厚一点的，我不喜欢我的双眼皮。而且我右眼还是定型，就不喜欢。再看我的脸，漂亮，被那边念出来了。哦，对，今天有那个电台啊，音乐，宝贝，你可以等我一下吗？音乐。眼睛很迷人，刚刚心情不好，事情别想，毕竟我来了。讲烂笑话，讲啊！我要看你可以多冷，有没有比现在还要冷？宝贝，你要掉下去了。你开除你才能领到钱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专门开除人的？
宝贝宝贝宝贝，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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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蹦蹦了，要蹦蹦了，要蹦蹦了，坐好，有点圆。没有，是因为最近水肿，最近大水肿。你被之前，哎哎哎，干什么？为什么变那么黄啊？小心小心，等等，哦，鱼蛋，刚开台吗？九点，对啊。他的马上想下了，烂呢、欸，超烂的。哎、欸，你先来，你先来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、哦，弟弟，不要吐到我床上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宝贝宝贝，你不要动。姐姐姐，你不要动啦，床上都是东西。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姐姐按摩，姐姐按摩。哇，啊，没事没事。好累啊。没事没事。没事啊。你要不要去喝水水？姐姐喂水水好不好？你下来，你下来。不是我，好了，床单是坐电话了，不要弄到了。你卡住了，小笨蛋，小笨蛋，你往前，往前，脚脚踩到了，没有，刚刚弟弟吐在我的，想要吐在我的床上，然后就吓到，快跟我等一下。要洗了，对啊，哦，你看这一堆卫生纸，都会笑。宝贝，我喂你喝水水好不好？对啊，怎么突然？想我换床单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喷到桌上了。过来，宝贝。抱抱什么了？抱抱，姐姐抱抱，快点。
练抱抱完。给你吃饼干好不好？啊你过来，爸爸喝水。先把狗狗关在外面。过来，来，快点，过来，爸爸。不够吗？真的最近好多事哦，我刚刚真的快吓死了。但他刚刚有用到我的，就是有一点滴到我的床单，跟我的被子。我没有被子哦，宝贝。好了，抱抱，没事，好，没事，好了，快，你最棒了。哦，好重啊！来，坐下。好，姐姐抱。啊你喝水，喝水好不好？快点，拜托。好喘。不要动。滴下来了啦。再一点。看不到他嘴巴。宝贝乖，等等给你吃饼干好不好？你乖乖喝水。喝水好不好啦，来，过来，好了，可以这样子吗？不可以，喝水了，拜托喝水，你喝水，我就给你吃饼干，哎呦，你不要再动了。好，那我们不喝，我们乖乖。妈，没事。他们不爱喝水。没事。你不开心啊？哎，不开心吗？你看你衣服都湿掉了。自己喝下去。我喝下去是没关系了。习惯。我们喝一口就好。除非口渴，不行，刚吐。一口。好，喝到了，你最棒，我们吃饼干好不好？我要吃饼干。晚上好。好，我们吃饼干。你坐下，坐。后退。不是这样坐下啊！我的音乐怎么都不见了？等我一下。想找什么限动？好，不要吃太多，到时候你要吐。你等一下还要跟我睡觉呢，安尼唔使了。我的音乐跑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惊醒瞬间，我的床单还是被弄到了。影射你那边，影射什么？那种人是什么？哪种人？
看，坐好。要不要喝水水？我的音乐跑不出来。欢迎庆星星。不要介意的事，不会了。我在那个状态，没得在意啦。反正妈咪都要帮我解决了，真是麻烦小孩。现在催你，他当然没有说是我啊，但是其实你们应该都有看到。再喝一点水好不好？一点点。好棒啊！你最棒了。他没有标注，他没有标注。好了，今天不要留档好不好？拜托，不要留，他会走心。那个人应该会走心吧？拜托，不要留。也不要讨论，求你们不要再讨论。每次跟你们讲这件事情，你们都会讨论，然后我就又要被讨厌。我的黑粉真的超多的啦，听说，听面说吧，应该是吧。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算公审，就是我觉得很像在公审。所以讨厌很多人呐、啊，因为我讲话太白目，我知道我自己讲的。乖乖，公演看了公演推了你，真假的？谢谢，为什么会推我？什么原因？宝贝还好吗？被说看公演推我就很甜，那觉得真的假的？就算你才是小屁孩。太有魅力了，真假的？变色迷人吗？多电你一下。我那时候不在你们面前跳吗？我刚刚也针对你，三哥，这 A 牌，你是那个？哦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拿着小迪的那个响迪，合照会就推你了。别太往心里去，不会啦。推倒你，什么推倒我？你都没电，谁叫你要拿那么多扇子？跳舞好看，谢谢。
跟我一个黑粉不留档。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我太讲太心里的话，可能会被公司听到。啊，被公司听到就麻烦。怎么了？超好看，眼睛是最喜欢泰粉。谢谢，我很，就是我觉得我到后半段比较有点晃神，有点太累了。刚，对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反正我公演到后面有点太累，所以有点忘动作。其实我《曙光爱情》有一个地方，我不是有 freestyle 吗？我要撩，我想要撩裙子。其实我应该是蹬蹬蹬蹬蹬蹬，然后把裙子撩上来一点点，然后再蹬蹬下去。然后，但是我忘记动作，我后面太累。也看出来，然后白色情人节，有啊，我有跳错，其实乖乖真的好可爱哦，他一直笑着看我，然后我就不然一直看着他笑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刚才可以多电我，还是你觉得电你没用？嗯，电了你，你还是只爱别人啊？还是你想要只爱我？我就电你。也不是说不知道跳错，其实蛮明显的啊，很明显啦，没关系，反正跳错到下一次要注意哪个地方。好害羞，我很多笑是因为看你笑，然后觉得好可爱，然后就笑了。乖乖真的好可爱。你把那段剪掉，谢谢。太有卖力，你说离那么近，我真的是爆汗。草莓布丁爆病，对啊，那时候彩排的时候有点，就是有点要昏倒的感觉，笑容很吊，独自做反差感很惊人，真的假的？乖乖是谁？就坐在最靠近你这边的那个 A 牌，是不是觉得 A 牌很香？然后这哎，上到底是谁拉到我的那个、啊、彩带啊？他手上拿了好几条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这样，这样太自责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好啦。玉恩，你比较可爱，但是你年纪我好多，谢谢啦。都踩到太好了吧，而且我真的是这样咻很大力的丢过去，然后想说到底谁会知道，因为我丢歪了。三天也才第三节一条，你捡到谁的？那边是谁？果果吗？小瑞奇。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今天我们班有人去吃饭，然后就一只老鼠冲进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吓到，因为那只老鼠踩到他的脚。
然后就这样碰，就是脚往上嘛，然后就撞到桌子，然后饮料就飞起来，然后倒了。你在 B7？ B7 靠我这吗？还是靠另外一个？公鸡是落日一笑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你说那个吗？那当天穿的衣服的吗？当天穿的衣服真的不知道谁。哎，太近了。哎，真的有点太近，因为你要看人的话，就要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有包水太可怕了，然后我就笑死这样。我是先笑，因为我是后面才去过去找他们的，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是继承名字啊，名字是那个啦。马尔济斯吧，我刚刚说的落日一笑。我发现这是山顶，好像我是没有看到啦，因为我认真找了一下，山顶好像没有我的应援牌，但是有跟我打招呼的人。木子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名字是有你的，改名的。没有，他们刚是在讲说当天穿着公鸡装的，然后我以为他们是在说名字有公鸡的，因为刚有公鸡的，那应该是就是泥巴祭司。就看笑笑拿的扇子，红利亚丢啊，只有一部，不知道还抢不抢得到，可以吧？现在还在热卖中啊，大家赶快去登记好不好？拜托。我安尼，我最后无聊诶。我来吃一个。我真的好想喝汤哦，我想要吃火锅。落日一笑，你只要工资。你那天没买到票，好像我打死你。对，我又改名了。还有卢卡，不知道还有拿卢卡。昨天我要填，你卸下了。记得做名牌，我这样很快就可以看认出你们是谁了。省时间，省钱。很多爸爸。不知道带名牌，名牌真的比较快。可是，如果你写的是日文的话，还是要跟我讲一下，我看不懂日文。在狗牌吗？可以啊。我在想我下一次要穿什么、欸、我连生日会要穿什么都还不知道。
害人话明白了，看不到。会被你，被我谁？会吧，应该都会倒吧。你穿什么都好看，还好啦。你到哪没填？稍微团长的，你说呢？明天才要去买专辑。哇，豆豆挤爆了！结果我最后的剧本啊，我当一个大妈，然后那个大妈很好笑，她到最后没付钱，然后逃跑。陶晶的公司啊，陶晶公司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摩天轮的系列啦。哦，我知我知。耶，你要看？你敢要看好好耍的物件？啥物件？你看，然后拿出两颗球，小球球，先不说啦，注意看哦。自己回家好不啦？蛋疼东西，然后他就下车唱歌跳舞这样。我都掉心肝哦！啊，哎呀，绿灯绿灯，哈！我想到一件代志，我车顶有 KTV， 要唱一个不？等下，麦啦，烦死！因为我的剧本是台语的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惊啥啦？”你有听过西门町迄个麦克华酥鸡不？啥麦克鸡块？你巴肚枵哦！华酥鸡啦，本人就伫咧你的头前来唱歌啊！啊，我无爱啦！小姐，你真正足奇怪呢！我才感觉你有病呢，开车唔开车，到底咧创啥？还是你有啉酒啊？比较溜，哪有？有很溜吗？什么我有病？拜托一下，有啊，侪人要看我的表演。我有讲我要看吗？以我多年到底怎么讲？我这侪年来，对零星的想法，我约到你临时要看。看你大头啊！我要落车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你大头啊！我要落车。你阿姨送我水，坐着你的车。姐姐，你要去倒？把我放开！救命！我这边喊救命！救命！你喊啥？你搞掠条呢？你还没付钱？
夭壽，我天哪！不是啊，你伫遐咧耍，我拢还袂报警咧。我真正足苦命的，用生命咧表演，搁要好报警？人咧，那就结束了，早上。我的名字台语是林嘎尼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还有喜感，超足！贵州牌料料啊，下场台语，下你讲台语。我要送你这世界的玫瑰花，被车厢内遗留。我没有讲台语啊，我没有在那个公园讲台语。我的天，应该。还有那个糗事的部分，我都觉得我叫太大声了，好笑。801跑过头，真的，他用屁股这样倒退撸，然后撸到那什么柏林旁边，然后讲柏林 baby， 我就笑到跪地板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。你的名叫，你的名是林嘉妮，嘿啊，就是林嘉妮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TP Uni Daisy 的二期研究生林嘉妮。我的 baby， 其实都很好笑。你就不要说我长得好笑，我就会跟你说拜拜。之前国小大家都叫我嘎尼，然后在国中的话，大家也是比较常叫我嘎尼吗？高中姐，国中大家叫什么？大家比较常叫我妮妮，然后现在高中也很少人叫我，对，比较多人叫我妮妮。很少会叫我本名，因为我说我叫本名会生气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都长得好笑？我照镜子快笑死，好像你都戴口罩，哈哈。上海公园会做你的牌子，谢谢你。东野要玩看吗？玩什么？咖喱就是，看你好像不错哎。后来加的，也不是后来加的，是唱歌是后来才加的。然后我原本想说要好好唱完吗，结果就不然破音了呢，这样蛮有喜感的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得到你亲爱的，那你那天应援算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我等你解释。那破音的时候，那个真的是我忘记换假音，所以我没有唱上去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们觉得很好笑的话，蛮开心的、啊。不然好好唱完也太无聊了。他们那时候我下台，他们就说：“我以为你要好好唱完，想说也太无聊了吧？”结果你就破音了，笑死！你那位长得不错，什么意思？咖喱上古锥，我知啦，我照古锥的，你唔免讲，我拢知呀。破音都很好听，然后莎莎在外面听录音，就过来刚好听到，笑死。
是要这样效果。天超水，你知道很多种吗？是吗？你也慢很快开蓝色，好，你不错，只是你的扇子有需要再加强。我在想我明天早餐要吃什么，还有中餐要吃什么，晚餐要吃什么。你的扇子，你拿别人的。庆幸那时候真的走音，笑死。的粉丝可以放心展现自己，对啊，反正我觉得就是好玩就好了。然后讲的是不够多吗？我跟路卡好、哦，然后这我这两天就是都舞蹈考试嘛，然后我第一个考试的我第一个舞蹈考试就是唱跳，我直接吼出来，然后吼到破音，我有一句话的开头就破音，然后我完全没有感觉，也不是说没感觉，就是我这几天都不紧张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。被一个很凶的老师说我很有表演的感觉，会吸住人大家的眼睛，因为班上41个人有考试，但他只点出了3个人让他觉得很吸睛的，就很吸眼睛，但是他说我有点太 center 的感觉了，但是那首歌是我 center 没有出来，我想会很破音，对啊，太投入了，投入什么？换点点。那天没有带扇子，还没改好。嗯，没关系。太投入，跟自己破音都不知道。我知道我破音，但是我无感，就不会像之前一样破音，然后就会笑。小蛋糕轻声吗？看有没有钱。第一次，小倩，嘟嘟来了，嘟嘟是什么？噜噜吧？为什么叫嘟嘟？嘟嘟嘟嘟嘟。嘟嘟嘟嘟嘟 ，How you like the 嘟嘟嘟嘟？很多草莓的蛋糕。那时候我不是有草，家里不是有草莓蛋糕嘛？结果我姐还在上面加炼乳，我就说你也太肥了吧，应该太低啊！好噜噜俩丢，我刚可以念榜了，先念榜好吗？好吗？可以吗？第23名思源，第22名张明丽，第21名欣婷，第20名九代，第19名陈佑英，第18名刘建国，第17名任豪，第16名奈奈，第15名拉。
第十四名超哥，第十三名朱里恩，第十二名露露，第十一名柠檬，第十名傅伟，第九名阿 k 拉，第八名米巴蒂斯，第七名小星星，第六名艾文，第五名木子，第四名乖乖哦，乖乖一下就给我冲那么上面，还五二零哎。第三名饭团，第二名落日一笑，第一名 Ricky。有点辛苦了，不会，我真的要再找时间再好好发文，我真的发文都超废的，真的没时间发文，我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发文这件事情，谢谢你老大，为什么要叫老大啦，我的老大是我妈，因为做什么事情对不对，我真的是被谁骂都无感的那种，然后一被他骂我就会很难过，我每次被他念，哦，有一次我一定要讲，但不要跟他讲，我要跟你讲，传婚礼啊，什么意思？哇塞，念错饭团，其实没有，谢谢饭团。有一次呢，我就跟他去吃火锅，然后就讲到班上排练的问题，然后呢，因为我想要赶快把东西排一排，我想要就是我不是编舞的，但是他。一直不编完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编，结果呢，那个人一直不让我编，到最后才跟我求救，然后我妈就说，妈咪就说，你就不要帮他编了，然后反正就念了一堆一堆一堆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这样看他，他说你不要给我哭哦，我说我没有哭，他说你眼眶泛泪，我就我没有，艾君每次都好美，哪有？拉老到很多，但你最大，不是小迪吗？而且还很大声哦，不要哭，我没有哭，你眼眶泛泪，我没有，超好笑的，那个超好笑的，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吓到旁边的人，想到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凶，我没有说、哦。不是我说他凶的，是我刚第二个妮妮说他凶的。妈妈真的是会念到你会很难过的那种，会念到你内伤的内伤。对，好笑。这小漂亮，看那画面。这身鞋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有一件还是我选的衣服，那时候去年姐姐就问我了，然后我就说好啊这件，然后他就先加到购物车这样，然后就后来就真的有选，好像就是我穿的那一件，我记得是我穿的那一件，这只不过是第几个呢，第三个，哎，我多重奔身，这样子汗不太深，可是那个超痛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里面要绑很紧很紧，会勒死的那一种。然后而且还要问说有没有开刀过才可以拉紧那种，因为有人是之前心脏有开刀过，然后他就拉紧，然后他就这样。但我不说是谁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样意思。鞋身鞋好美，好鲜。这真的很闲，大家一定要买，拜托，指定我。这个我自己都收藏不到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想要。人好，人好出镜，穿 Happy 乐服。Happy 乐服。大家要几个你？不需要，你们好好收藏。还这样故意掉在后槽现场。出来剪一下，不行，会先被没收。唱歌又回来，月光仙子，闪亮亮，可以跳一次。
你这个是要剪，可是就是我觉得拿回来之后，我也不知道该放哪里，所以我就也不会再多拿。我觉得让就放在那边纪念，其实也不错。好了，下播了，我的腰好酸啊。辛苦了，辛苦。十。交小本，小本什么小本？八七六五四，期待礼拜五。对啊，礼拜五是我最后一次15岁的直播，谢谢大家陪我过完15岁这一年。好了，剩下的话我到时候再讲，弄来种东西没关系。四、三，我的第三，来吃霸王。脸怎么真的越来越圆？到底有什么？二。我想要给你们出一个题目，在星期五那天你们要回答，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推我，是因为直播还是公演还是什么其他的地方会想要推我，还是会喜欢我的原因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我星期五来问你们。三二一零，电脑带走，好了心就散，回家经过大荧幕上来坐着，虽然找朋友心里是一般的拒绝。如果真的有不好讲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传私讯给我，我看得到。跳的眼睛，我超喜欢这个音源。好，3210，又远啦，什么意思？拜拜啦，拜拜。